过来看谭爷爷是怎么吐槽花花的。这你也欠了一道手。花花本想抢回第一名，遭到了谭爷爷的无情吐槽。打死我都不愿意吃我。还没吃到嘴里。给谭爷爷急得够呛，摸了摸地上还看。爷爷又给了花花一块窝头，花花也不把窝头摘下来，就抱着掉猫的杆子吃。哎呀，你哪嘛，你不拿，那真的好了。爷爷满是无奈，但也只有宠着他了。窝头还没吃完，爷爷又送上了小苹果，结果花花一夜不理。哇，爷爷吃苹果，他吃完放屁。爷爷就把苹果放在花花肚皮上等他，刚一拿走，花花就坐起来了，怕爷爷真的走掉，赶紧把嘴里的窝头吐了，再吃苹果。这简直就是个小熊精呀、啊！